酸菜炒的粉条，还有一个鸡蛋。
吃个披萨。吃个披萨，吃饭，这个是油面筋塞肉，粉条菜，还有一个西红柿炒鸡蛋。
麻辣甲鱼，这个是250克的，然后这个是1斤的。嗯，有两个口味啊，一个是五香的，一个是麻辣的，吃不了辣的可以配拍五香的，就特别咸两点都不行。这个是1斤重的，好多料啊！